哎，不算晚安，傍晚好，谢谢你分享我的直播。谢谢你的爱心。这个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直播的。哦，工程师 ，Hello， 下午好。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背景跟平常不太一样？今天是在第一次开直播的地方，第一次开直播的客厅，对，客厅，开，对，阿基 ，Hello， 傍晚好 ，Hello， 珍珍 ，Hello， 开心。刚没有发通知，然后就突然开的。汤姆 ，Hello， 宇智波阳 ，Hello， 好没有安心的感觉啊！来啊，摇下去，摇什么摇？这样摇，好没有安心感哦，不是在平常的房间开的感觉。可以早 ，Hello， 现在算早吗？现在是傍晚。抱歉，最近没有什么时间来看阿 K 直播，没关系。Hello， 牛排 ，Hello， 别让舞池冷掉，太早了，我要先聊一下天再跳舞。难道进来没有看到镜子？卡迪娜还没吃完。今天还没有吃水果，还是一样收空帮啦。晚上要跟玉君还有陈君一起开直播。云溪 ，Hello， 阿 K 牛排 ，Hello。好久不见，是我点名的。那个我一直在吃。今天没有妈妈牌水果，可能晚上会有，晚上会跟玉君还有陈君一起开。啊，谢谢深深的小礼物。卡迪娜女神换人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是卡迪娜女神，是卡提诺女神换人了，我还是卡迪娜女神。有儿子有来，噔噔，儿子有来。偷看阿 K 都可以看，都可以偷看哦。今天跑去看 Bandoli 的 live， 哎，我是看昨天的，最后一天了，加油，好哦，嘿，哎，昨天 Bandoli 的 live 超感人的，就是那时候看到那个罗塞利亚，他QQ， 因为我很喜欢的声优一个叫。远藤 Yudica， 然后他是配 Roselia 的 Imai Lisa 的那个声优，然后他就是宣布说他今年五月要隐退，对，然后连那个角色也要换人，对，然后就很难过，然后昨天去看他们的表演，然后转播的 live， 对，然后一听到就是。一看到他人就很想哭，然后没想到他们就唱那一首，就《Hidamari no Tonight》，然后一听，然后就啪大哭，你知道吗？就，而且就是有一段中间有一段就是那个
Yukina 跟 Lisa 他们两个就背靠背一起唱歌，哇、哦，那一段整个看到喷泪耶，大喷泪那一种。啊，保姆五六六 ，Hello， 谢谢郭瑶城的小雪人，谢谢 Jessie 分享我的 live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那个 Mimo 林，就是三森林子，也是个声优女生的。然后那一天，昨天那一场她也有，她所属的团体也有表演，然后是她 solo， 对，因为她是主唱，然后觉得啊。很棒，待会晚上有要忙，所以不能出去看，但都有乖乖头，加油！好，没问题。我朋友今天看到 Lisa 也一直哭，对，真的一直哭，就，然后我一直跟旁边的女生崩溃，就是因为真的很难过，对。谢谢冠红的100爱心。谢谢工程心分享我的直播，阿 K 嗨嗨 hello， 米兹哈西 hello， 不知道会换谁，对，不知道会换谁，不过，不知道是换谁，可是在我心里的 Lisa， 果然还是 UD 喜的 Lisa， 对，对啊，不知道会换谁，其实我今天也很想去看，可是今天就没有办法去看。现在我后面有一直在打，开始了吗？开始直播还是已经播完了？因为昨天的场是3:40开始，然后昨天那一场好像就是最后面有人吵架，好像就是后面的人。不开心，因为前面的人有些人站起来，然后挥荧光棒这样，然后还有工作人员跑进来，然后去跟前面的人讲说什么后面很多人在抱怨啊，什么可不可以请你不要站起来之类的，对。然后我看到一半，然后有一只荧光棒就飞到我的面前，超可怕的。对，今天是讲很多放松事故，播完了今天2:40开始。谢谢林子很强的人送我小雪宝宝，今天也蛮多站着，但是都在旁边哦。对，因为我昨天是坐第四排，所以我还蛮前面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隐约就听到后面有一群人就喊野太啦之类的，对，后面就有一群人。他太可怕了，他有没有被砸到？没有被砸到，但是被吓到。就是你很认真的看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只荧光棒飞到你面前，然后后面传来说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等一下再剪这样。对，还蛮恐怖的。对，所以就来放 Lisa 的歌好了。而且就一直很不敢去听 Lisa 的歌，可是我现在还是来放一下 Lisa 的歌好了。送给 Lisa 的歌好，可是昨天阿 K 头还是一直撞到，你是说那个吗？那个昨天我们一起开那个的，大撞哎，超级大撞，一直疯狂的那个敲到。而且明明已经被撞到，然后又会还是会去撞到它，就是你明明又知道可能上面有个东西，可是一不注意又不小心撞到，对，很麻烦耶，一直撞到。而且有一次是真的撞得超级用力，是撞到我整个人觉得我在呛掉的感觉。谢谢小编的雪花飞来横祸的荧光棒，对，而且我记得那个颜色是那个黄黄橘橘的，就像飞过去啾。安安 hello， 小飞安，B 宝 hello，
小编的赖米星星。今天是最后一天直播了，伊卡哈喽，谢谢小编的飞吻。Coco 的颜色哦，超可爱的 Coco。虽然那个人物就已经很可爱了，可是声优出来更可爱，你知道吗？声优超可爱 ，Miku 真的超可爱的，而且他整个人就是散发着偶像的气息，就是这整个氛围就是偶像的氛围，哦，超可爱的。有前途的，有前途那个人去当丢冰。冰雕手榴弹一定比我远太远。花生粉安安安，我第一次看就要关播了，没关系，晚上还会再跟两个可爱的参赛者联播。声优超超超超真的超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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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可爱，真的超可爱。他也哦，对对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我记得他也是贝斯，对不对？是贝斯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他那个角色，花园，我很喜欢他的角色。火冰花的话，我应该最喜欢的是花园，嗯。阿基酱呀吼，火跟那高桑呀吼。等你 TP 上的话就去开，希望可以上，没关系，以后 TP 的话就可以看。是吉他啊，是吉他哦啊，对不起，我的心都在 Roselia 身上，对不起，不称职，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，真的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没错，一个吃一定会上的，以后就是看 TV 的阿 K 了啊，希望可以每天祷告，没关系，大家的心都在儿团，所以 EK 也喜欢儿团哦，请帮我签名。好了，花生粉，我想刷存在感，那你不会自己来哦，生气耶。Hello， 建轩，晚上好。Hello， 谢谢 Pokenakasa 的姻缘票，谢谢谢谢。让我的儿子出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，儿子，儿子大跌倒。晚安晚安，我喜欢 Mocha， 今天完全不在哦。Mocha 也很可爱，而且因为我是那个。我是非洲人，我是非洲人，我从来碰不到四星卡，然后我一堆三星卡，然后摩卡的我也蛮三星，算有算是多的吧，因为我只有三星卡，然后占我的三星的卡里面算是多的，而且他很占我。今天好多人，今天很多人吗？哦，因为今天最后一天，所以很多人开，嗯，但我也很喜欢他，他也真的很可爱。我也没有四星卡，我一张四星都没有，那个太难抽了，我一张都没有，我一张四星都没有，嗯，所以氪过金也不一定会有四星卡，这是我领悟出来的道理。对，泡泡晚上好，我很欧单抽四星，我朋友还要单抽可以四星哦，太厉害了吧。谢谢 Pokenakan 上的雪宝宝，泡泡安安安安啊 ，Mayu 上，红包啊！我是花生粉，哎，你是花生粉，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账号啦？现在氪金有必得四星，哎，对对，你好你好 ，Hello， 啊 ，Mayu 上，你刚刚的声音吗？至少这个房间竟然有两个门。这个是我的门，
那个是我姐的门。很棒啦！单抽好哦，单抽是太欧了吧？你喜欢我大头贴吗？你大头贴是……我看不太出来是什么，对不起，我看不太出来是什么，好尴尬哦。是一颗蛋吗？是一颗蛋吗？是麻油，对啊，是麻油哎。老婆安安，妈又讲安安，晚安 ，Hello 板胡 ，Hello，Hello。所以这个是在两个房间外的空间，对，这个是外的空间。他们帮我刷存在，他们帮我刷存在，麻油麻油，我觉得麻油跳舞很厉害，那个时候看那个 MV 的时候，你们在拍那个跳舞组的 MV 的时候很好看，有女人的头，她是抱着水球吗？手嘎拿，港湖蜜蜂掌，好可爱哦。老婆进来然后不说话，老婆进来就不说话了。那是度，那个是度。谢谢你的日文也超强哦，我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跟妈有想直接当面聊天。啊，佳玉，佳玉，佳玉 ，Hello，Hello。佳玉 ，Hello， 安安安安，老婆安安，花生粉你可以用你账号吗 ？MV 超棒，真的真的 MV 呢，我觉得 MV 很棒哎，看了超级感动的。有吼 ，Ducky 安，哈哈哈子，安安安安 ，Ducky。我是花生粉，你是花生粉，真的是花生粉，等一下，好可怕哦！你们怎么一回事？我来看你跳舞了啊、哦，好感动哦！佳宇，你今天会开吗？还是已经开完了？你今天会开吗？你今天会开吗？那是肚子哦，那是肚子。MV 超感人，真的很感人。MV 看超多遍，真的真的 MV 大家一定记得要去多看个几遍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棒。我要看你跳舞，我要跳宅舞，好宅。昨天开完咯，我没有看到，那我去看重播，我等一下去看重播。歌词写得很好，很贴切，觉得怎么样？很酷，安心、啊、不是安心粉，花生粉就安心快一点啊！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东西？刚刚跟雨啊，对对对，听说今天一整天都跟参赛者联播，对不对？君 Hunter 晚上好，谢谢你的爱心。芒果悠悠帮顺爷我来了 ，Hello， 帮完 Hello。我好像第一次这种时间开台，好神秘，好神秘，很神秘。谢谢你，我女神，我不是女神，我不是女神。你太可爱，你太可爱，你真的太可爱。而且我第一次跟佳玉讲到话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是练舞，就是 MV 的舞的时候。然后我就出来，因为那个工作人员说我便当，然后我就走，然后我就说，你有什么口味的便当？然后佳玉就跳出来说，哦，这边什么？他就把每个便当口味都讲一次，超厉害。然后
他说哦，还有一个口味已经被拿光，因为比较有人气什么，我就讲哦，超厉害的。可是我不知道会真的有人跳出来回答我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，哎，怎么这么可爱的女生啊？对，然后就被打到了。老婆，对不起，老婆，对不起，我还是很爱你的。谢谢张伟，那个字好难念，得赖米星星。谢谢花生粉的500爱心，谢谢，谢谢象的100爱心哦，谢谢小编的只好壁咚了，只好壁咚了。可是我刚没有看到我帅哥出来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忘记我了？我没有，我看过你的 ID， 我有对你的 ID 有印象。阿潘，对，是阿潘，阿潘，是阿潘。阿 K 女神，我不是女神，我只是 吃卡迪娜的女神，吃卡迪娜的女神。对，便当推销员，没有，你人真的超好的，因为我真的只是随便随口问问而已，我不知道真的会有人回我，真的大惊吓，受宠若惊，对。真的太可爱了啊！瑞婷，瑞婷 ，hello， hello， 瑞婷 ，hello， hello， hello， 开心，好热心，对，真的很热心。顺大爷，顺大爷好，我也没看到那个壁咚，有啊，有个帅哥超大的哎。真的吗？嗯，那我，哎，哎，没关系，他可以懂我。好，杰明女神，我不是女神。安 TKS 48讲解 ，Hello， 晚上好 ，Hello， 还不算晚上，傍晚 ，Hello。杰明姐姐 ，Hello， 瑞婷，晚上好 ，Hello， 还不到晚上，瑞婷，傍晚 Hello， 你不要忘记我了，我明天要结婚了，你明天要结婚了，恭喜，你明天要结婚了，恭喜，谢谢 Jim Hunter 的500爱心。很大的帅哥哎，真的假的？那一定是我业障太重，没看到，完全没看到。还抱儿子咚，三只一起咚，三只一起咚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三只一起咚很困难。嗨嗨，阿喵喵儿 ，hello， 嗨嗨 ，hello。而且因为佳玉他上次跟我讲说他以前就看过我的跳舞的影片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不知道竟然会有参赛者原本就看过我跳舞的影片。对，我跳宅舞也不算很宅舞，对，就是试跳的影片，然后就超开心的。对，写泡泡的爱心，怎么办？晚上都几点开呀、啊？晚上都几点开呀、啊？现在都已经5:50了。晚上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最后一天，学生想要等一下要直接跟双军联播吗？可能会再隔个几十分钟或者是半小吧，可能因为我们还没约好要什么时候开，等一下
问题，对，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还是中间会休息，可能会可能，我看看哦，我问，我现在问问看好了。现在呢，要什么时候开呢？老师说，如果叫我直接连着开，我也觉得可以啦。嗯，真的。问了，等他们回我。啊，这一个半，快两个月吧。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可是，一开始觉得时间很长，可是现在一下就过了。对啊，觉得好神奇哦，超神奇的耶。谢谢泡泡的各种爱心，哎，被泡泡洗版呢。谢谢 Pokenakasa 的爱心。我好久没有跳舞了，因为自己。因为这几个礼拜哦，谢谢萌香的芒果神推，谢谢萌香。连续开我可能又要配晚餐，配晚餐也不错啦。翻花生翻掉，等一下，这还蛮好笑的。哎，会这样跑，好酷哦！谢谢林硕胜 follow 我，是哎燕吗？是燕胜还是燕胜对不对？燕胜吧。验胜吧，好，还可以这样子跑，好酷哦！第一次看到，超酷炫的。对，好，谢谢你的追踪。虽然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开直播了，对。然后投票的话，卡提诺那边是到今天的晚上11:59。然后官网是到明天的下午2:59，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啦。最后的，谢谢林燕善的雪花，谢谢你。哎，我开多久了？完全没有看时间。好，好，谢谢。OK， 接近5:30的话，那我等一下就可以开始跳舞咯。而且现在，好，现在可能7:00之后。好，所以萌香送的东西等于花生粉送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谢谢花生粉的应援票。宇智波扬我都0.00投的，这样0.00的话算是今天，今天的应该好，谢谢萌香，谢谢花生粉，谢谢刘牌的应援票，谢谢刘牌的应援票，不好说是怎样，生气气。午后可爱阳光的午后会让我想到红茶，谢谢陈哥的 tag。 午后的红茶我觉得还不错哦。可是我比较喜欢奶茶，奶茶。然后之前不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吗？就是什么颜色是透明的，然后有味道的那个红的那个奶茶，然后喝了之后觉得不喜欢，就是奶味不是很重，有点淡，然后觉得还好，我觉得不行。
我还是十一点开起来看好，看能不能投。嗯。透明奶茶，对，透明奶茶，透明的奶茶。哎，今天人数累积好快哦，现在就已经165个人了。不好喝，不推太贵，我都买透明柠檬茶，所以透明柠檬茶比较好喝咯，是吗？嗯，谢谢林燕胜的 tag。 哎，柠檬茶我倒是没喝过，因为奶茶有点雷，所以我就没有去买那个柠檬茶。嗯，透明奶茶不太好喝，真的不太好喝。阿喵喵儿，我是这么觉得啦，哈哈，虽然一样贵，那就表示可能没有奶味的可能会比较好喝咯，然后有奶的可能就因为没有办法真实呈现奶味，然后所以就会比较不好喝咯。谢谢 Bokina Kansa 的500爱心。好，哎，结果前几天那个啊，有丢歌叫我跳的人都不在，哎，好，大家都不在，生气气。现在我已经开始放寒假了，对，开始放寒假了。我在日本的西各买一瓶，我是在那个台湾的康氏美，嗯。康氏美，谢谢坤坤分享我的直播，觉得奶茶真的不一样，真的奶茶真的很普通。啊，景儿 hello， 景儿来了，我在家，哎，你在，好，你知道他是在。阿 k hello， 景儿 hello， 谢谢景儿的爱心，谢谢景儿的爱心。台湾有是7.1有哦，已经进了。哦，我还以为，哦，嘿，谢谢喵喵汪汪的爱心。我发现日本超商的第一名饮料，问题说这个是什么？第一名什么？嗨嗨，游庭山 hello。Hello， 第一名饮料是什么？日本，我很喜欢吃日本 Lawson 的炸鸡菌，对，炸鸡，嗯，很好吃哎。我觉得是 cheese 吗？还是咖喱还好，但是我觉得辣味跟原味很好吃。嗯，阿 K 景儿想你了，我也想景儿哦。景儿真的人很好，因为前几天就是觉得还蛮难过的，然后景儿就传小讯息加油打气给我，然后我就很开心。谢谢名字很长的新人爱心，好像是水果果菜汁，而且好像你，哎，水果果菜汁哦。どうでらいちはまだ台湾では買えないよ。2、3年前ぐらい台湾のコンビニで売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、今はもうないです。綠綠稠稠的。欸，不会啦，真的很谢谢你，景儿。嗨嗨 ，Hello， 名字很长的 ，Hello，Hello。名字很长的，你们都没有想要改一下名字吗？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叫你们嘞。谢谢景儿分享我的 live， 谢谢。谢谢伊比的爱心，谢谢景儿的爱心。我真的很推
很推很推日本有卖的荔枝水，算是我自己叫的，可是那个是叫有盐巴的荔枝，对，那款饮料超棒的，真的很好喝，都是希腊字母歌，希腊字母歌，嗨嗨。我发现他是第一名的时候已经喝完了，发现六友介绍哦，你好，我叫泡泡 ，Hello 泡泡，很喜欢塞把的泡泡。阿 K 直播到几点？我可能到七点之前吧，应该差不多。嗯，好可爱，好像猫咪哦。你说我吗？你说我吗？谢谢，我第一次被说像猫咪。谢谢泡泡的爱心，是我的儿子们。好像差不多应该要跳舞了，对不对？曲顺到底要怎么排比较好呢？曲顺应该要怎么排比较好呢？各位。曲顺真的蛮重要的，墙壁好干净，像新房子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还蛮白的，真的还蛮白的。说着说着好玩，那 Lawson 各种啊，真的很好吃。我真的很喜欢逛日本的超市，还有他们的超商，对，嗯，是可以各种的。挑战一些看起来很酷炫的东西，然后通常都还蛮好吃的，对。怎么办啊？我应该先跳哪一首啊？我真的是一点想法都没有哎。我家的都有壁癌，壁癌。我之前有遇过，我之前有去过一个地方，他也是有壁癌。可是我觉得壁癌，如果你不知道它是壁癌的话，你会觉得哦，还蛮漂亮，因为它有点花纹的感觉，对。怎么办啊？我应该要先跳极乐，还是先跳哈根达斯，还是先跳 Kimagure Melushi， 还是先跳夏恋花火，还是先跳一首我最近才刚练完的曲子？你们觉得呢？例如第一名的绿绿稠稠果菜汁，哎，我真的没有喝过那个，你这样讲，我好好奇哦。下次我应该想要找来喝哎。嗨嗨，大减肥波啊，不是大减。大脸肥波 ，Hello，Hello。我起初以为是奇异果，这才买的差太多了吧？奇异果跟绿绿丑丑果菜，只不过奇异果感觉也不错。嗯。哎，超过200个人了耶！哎，好快啊，今天真的好快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应该要先来哪一首？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吗？虽然都是宅，都是试跳的，你们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我找到图片再放留言区给你看看，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你，都可以留牌说都可以耶，谢谢萌香和花生粉的雪花，谢谢罗刚分享我的直播，谢谢锦儿的小礼物，谢谢佳玉的500爱心，谢谢锦儿的爱心，谢谢萌香的100爱心，因为我只知道 AKB 的歌，嗯，也是哈，好。好哦，那我先跳极乐净土吗？极乐净土会不会太快？花生粉好去耍废，哎，很废耶，什么耍废？为什么不跑来看我直播啊？耍废啊？生气。好，我看一下那天 request 的顺序好了。那先 Kimagure Melushi 好了，虽然我可能。吗？还好。
等等是脱外套。嗨嗨啊喵喵儿嘿罗，我今天穿短袖有点冷。谢谢你的一百爱心，还有谢谢名字很长的一百爱心。这看起来腿好短哦，看起来腿很短，嘿，哈哈哈哈，卡哇伊有吗？欸，我其实平常不会穿这种类型的衣服欸。那个时候是因为要去迪士尼的时候，所以我想说买一个可爱一点的裙裙，然后我就买了一套很可爱的裙裙。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是觉得自己可能不太适合这种类型，因为我很高，感觉这种类型衣服比较适合比较小只的女生穿。这个衣服好可爱，真的吗？因为身高不够高，腿才会比较短。欸，可是我有165公分欸，165算高吧？太萌了，棒棒糖，棒棒糖，什么棒棒糖？好可爱哦！你们人太好，这个服装袜可以吗？好，那我要跳舞了。这首歌，I'm not afraid of the dark.
棒的。可是很快要出来，真的吗？嘿，好感动，可恶！我觉得阿 K， 顿时阿 K 比我高。谢谢宇智波扬的雪宝宝。噔噔，一六五的身高够，真的吗？刚刚听错主播，165公斤。棒棒，真的吗？谢谢你们。现场看阿 K 表演可能会各种尖叫，出来啊！这样吗？好啊，那我要跳下一首咯。哎，这个情绪转换非常的神秘哎，因为是抒情歌。下一首是哈根达斯。哦，谢谢伊卡的，我是雪伦，谢谢棒棒的，谢谢喵喵儿。哎，这首这首。希望我可以跳成功，很久没跳了。
感动，不要感动。谢谢 Jessie 的雪宝宝，谢谢他面子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乖乖乖，不会累吗？还好哦，棒棒的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我要继续了。我刚刚啊，可以哭小心叫，因为我刚刚差点被自己呛死。那就极乐咯。应该还好，只是我的位置是跳那个217的位置。对 AKBG 的歌跳 AKB 等我哦，等我跳完 request 的四首之后。谁传赖给我？开心，快乐。谁传赖给我？超级棒，真的吗？谢谢名字哈西。先回来坐一下，好热哦。
然，谢谢嘉玉，谢谢嘉玉。哒哒哒哒，好的，那我要哦，260个人，好多哦，谢谢不看到上场的爱心，看看哦，好吵哦，先把麦关掉了。啊，谢谢 Pokemon 厂的小礼物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关心小猫小狗的礼物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开心。没有弹幕好不习惯，弹幕就会飘过去。啊，可以真的想啥洗，通知关掉，好，通知关掉了，关掉了，关掉了。对，没错没错，现在先回来一下。 Request 只剩一首歌了，所以我现在先回来聊聊天，聊聊天，聊聊天。连腿也是都很漂亮，跳完就一排大，跳完大幕都会这样叭叭叭叭叭叭，然后还有五坡姿，五坡姿，五坡姿，一开始都是一堆五坡姿，然后最后就是叭叭叭叭叭叭这样飞过去，对，没错。48G 的歌你要跳哪一首？48G 比较熟的就是 Iwake Maybe 耶，最熟的就是 Iwake Maybe 了。Iwake Maybe 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，真的吗？谢谢阿波里奈尔的啾咪，可以。我也会跳，不是很熟啊，这样哦，好，可以的。那我等一下来跳。Miuka， 我觉得可以。好，之后还会继续投 Nico 吗？会，没错，会哦，会哦，会。谢谢米兹哈奇的雪花。再年轻的几个就可以参加甄选啊。嗯，我身边也有朋友，就是也是，就是当年2012年的时候就知道有甄选，然后到现在也是，也是就是已经就是超过了他限制的23岁这样。嗯，超开心，超开心。下次可以跟你一起跳啊，我们可以一起跳，我们可以一起跳。Miuka Hello，Miuka Hello， 谢谢酱姐的小礼物，谢谢你。我们可以一起跳啊，因为之前会跟我一起跳的跳舞的小伙伴，他现在人在日本交换留学一年，所以我现在只能跳 solo 的曲子，对，很难过哎，好想跳双人舞。晚上期待，因为要跟两个军一起直播，两个军，陈军跟玉军，两个军，你要在打他，你在疯狂打他，好可怜哦，小小孩，
叫小孩。谢谢 Milka 的500爱心 ，Milka。可惜 TP 拖太久，对啊 ，TP 真的拖蛮久的。嗯，我也是2012年就一直很想要报名，但是一直没有下落。对啊，然后这次也很开心自己可以到第三次审查，然后希望自己真的可以通过，然后TP 包间真的很凑巧的，对啊对啊，所以一开始就知道今年去年啊，因为现在已经2018，那个时候知道就是真的要选的时候，就心里还蛮感慨的，对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有身边有好大一群伙伴，身边有好大一群伙伴都想要，都一起就是很想要一起选，然后到现在就是其实真的就是剩下的人很少，对啊。之前真觉得我卡在啊，卡在住院。谢谢倩的星星，谢谢 Milka 的小礼物。哎 ，Milka 你不要氪金啦 ，Milka 你不要氪金啦。谢谢倩的雪宝宝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挥手，挥手。其实我以前一直以为它只是一只海豹，然后没有手，然后前几天发现它有手，就会一直想抓。谢谢庆的雪花，最后一天冲，好冲！希望自己可以维持住，真的维持住就好，真的。嗯，虽然卡皮诺真的很可惜，不过没关系。可以跳马林 blooming， 嘿，马林 blooming， 我有点忘记要怎么跳哎、欸，噔，这首还蛮那个的，快速的马林 blooming 哦，那个两首都超赞，对，马林 dreaming 跟 blooming， 哦，是大橘哎、欸，大橘你好，嗨佳玉，佳玉 ，hello， 佳玉零四八号冲太夸张了，他很厉害，他。我觉得他蛮可爱的，我之前看过他的身份，对，我觉得他蛮可爱的。马林 blooming 哦，我看看，我要找一下，等一下哦，说不定我看着那个跳舞的版本就可以跳出来，因为之前其实有跳过。幸运饼干也要跳哦，幸运饼干要胡椒的胡椒。幸运饼干，可是幸运饼干我跳的不是很那个哎、欸，不是很正确，因为那个时候是为了参加那个台湾关店的比赛，然后临时跳的。晚餐吗？晚餐没有，小东东，小东西，对。哎，马林 blooming 哦，我看看哦。马林 blooming， 是这个吗？我看看。点心，对，算点心，不能算晚餐。可是还没有那么早要吃啊。阿 K 不是 center 吗？怎么可能不会？我会跳，但是我跳的不是很标准，对，不是很标准。哎，不是马林不是你。有跳出来吗？担忧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来试试看马丁 blue， 然后接下来就跳 maybe， 然后 maybe 跳完之后跳夏天花火，
然后再来就聊一下天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对，马丁布鲁明哦，等一下，好害怕、哦，等一下。饼干不跳吗？饼干我跳短板的，好了，这首搭档有跳过，我有跳过啊，我跟搭档都有跳过啦，我们两个一起表演的耶。怎么跳、欸、谢谢你们的爱心，谢谢你们的爱心，哇，整个人这首歌，天啊，这首歌消耗精力百分百。谢谢阿 K， 谢谢佳玉，谢谢佳玉，电池给你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身体没有那么虚。好，只是太久没有跳舞了。好感动哦！不要感动，不要感动，不要感动。
不要感动，不要感动，乖乖乖。我看看哦。我看看。啊，还是我就跳短版的 cookie 就好啦。不要。还是我跳短版的 cookie 就好了。应该是递毛巾给阿 K。我看我们以前的版本跳，看我们以前的版本跳，太糊了吧？我看哦 ，Maybe 呢？那我先跳 Cookie， 再跳 Maybe 好了。哎，好久哦，2014年的时候才跳过哎，而且最近也没有跳过，从来没跳过了。像的应援票神曲，对啊，真的是神曲，是神曲。哈、啊、谢谢 Snice Mosaico， 谢谢你的应援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应援票，谢谢谢谢牛排的雪宝宝，谢谢你们。对啊，我看看留言 who
小笼包摇嘞摇，摇嘞摇嘞。Maybe 呢？等一下 ，Maybe。好，那我要 Maybe 了。Maybe 结束之后就是，我想跳一首，可是我不太会跳，因为我还想要把它录起来，可是我还没练很熟。然后还有夏天花火，然后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今天的个人时段就差不多要结束了。没错，很快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比较快的。没错。我看看哦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再见，因为等一下还有跟可爱的陈君还有玉君一起联播咯。一起跳 Maybe，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 Maybe 耶，不管是歌词还是什么。We'll be right back.
今天跳好多舞哦。今天真的跳很多舞哎。啊，谢谢酱姐的应援票。古怪哎，没礼貌，拜拜。等等，椰太卡，要先暂时说拜拜了。好，最后一次，好不舍杰明加油。好的，谢谢刘牌的哦，这是刚刚重复的。好，拜拜 ，K 晚安 ，Hello， 谢谢酱姐的小蜡笔星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耶 ，Fucking the Cousin， 耶！刚看完新版，哎，居然古怪有错吗？你怎么可以说可爱的少女古怪呢？自己讲，怎么可以说我古怪嘞？好啦，那我还有一个 request 哎，夏天花火耶。我花阳光可爱，谢谢酱姐，谢谢酱姐。好了，那我跳完夏天花火之后，我就要跳我最近练的曲子，然后就差不多咯。谢谢名字和谢铃铛，噔噔噔噔噔。星之彼此连锁
边跳边喊 call 很忙，哎，自己的 call 不是自己的 call， 自己的 call 要自己喊，知道吗？自己的 call 要自己喊。其实我夏天印象的最深还是有树吧，真的，因为有树每次表演几乎都会跳，然后他之前那个直播的时候，最后面都会放夏天花火，可是夏天花火算是我表演的时候第一次表演的时候表演过的曲子，所以夏天花火对我个人来讲也是蛮意义重大的曲子。没错，好啦，那我要跳最后一首哦，然后就差不多要关了，而且这首就很适合他的音，真的。好咯，那我要来咯，最后一首咯。好，不要好了，不要跳好了，这首留到我拍成影片之后再分享好了。好，谢刘牌的雪花，谢谢刘牌。好了好了，好，我要来放，随便放歌。放回罗德里亚歌。好了，那我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边就要结束了。谢谢 Love You 的爱心。好了，那各位非常感谢各位在第三阶段的 TP48 的审查，不管是第一次看到我直播的人，或者是一直都有看我直播的人，或者是之前就认识我的人，或是因为这个活动才认识我的人，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啊！谢谢刘牌的金星奖牌，好酷哦！初见，你最好初见啊！是帅的是古方吗？不是帅的。不算帅的。嗨嗨，子萱姐姐吗？啊，子萱姐姐，嗨嗨，好久不见，子萱姐姐。结果我就差不多要关了，不过我晚上还会再开，就是跟其他两位参赛者一起开，对。然后自己的个人直播的话，就是到一马料现在到7点，在4分钟结束。对，总之终于赶上，嘿嘿，好开心哦，开心哦。总之，这个第三阶段也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的时间就是要结束了，对，没错。那对于第三阶段呢，阿 K 非常感谢，从最一开始，当然，或者是中间，或者是现在才认识阿 K， 或者是开始觉得阿 K 不错，想支持阿 K 的人，都非常感谢你们。那希望我们之后还有缘分可以再相见，没错。对，我要好的，谢谢名字哈谐音源票让你破费了。好，总之呢，总之会继续加油的。对，谢谢名字哈携带你星星。谢谢你们一直这么支持阿 K， 阿 K 真的很感谢你们，真的。啊，谢谢 Bokenaka 桑，你们不要破费啦。好啦，谢谢你们。新玛丽他们的肺活量真的不是盖的，公演都一次3到4首才
休息，而且都唱跳。阿 K 相信你也可以。我们之前 Mystery Kuwaman 的时候，可是没有啦，中间还是有串词啦。对，就是真的是很有实力的那一种，就是唱跳的歌手，真的，或是偶像，真的是很辛苦，真的。阿 K 不要哭，不会哭，不会哭，我吸回去了，我吸回去了。辛苦了，不辛苦，谢谢阿 K， 谢谢佳玉，我很谢谢你，谢谢佳玉，真的很谢谢你。阿 K 加油，好哦，会加油的，谢谢你们。我来了，顺野来了，递面子给你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吸回去了。上玉很爱破坏气氛，好，好啦，总之就是。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可以进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如果可以进最终审查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加油，然后一定不会让所有支持103号刘杰明的你们失望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加油的，加油！阿 K 一直都会支持你，去看台，谢谢于直播，谢谢于直播杨支持恩，谢谢谢谢顺爷。好啦，那我差不多要关了，我们等一下晚一点见，我们晚一点见。支持你103，谢谢，谢谢顺爷。大家记得要去投个票哦，拜托拜托，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拜托拜托，要记得投个票哦。好啦，那我们晚一点见，晚一点见，拜拜。晚点见，拜拜，晚点见。